旅外的族人们呢，我们不单单是只有对我们自己族群，我们对我们左边右边的邻居也是非常的友善，而且我们几乎都是常常聚在一起，也已经族群的融合常常在各地方的文化常常的展现了。所以在今天所有的展演的过程，非常的感谢各单位的支持和协助，让我们今天的活动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感情、非常浓烈的情况下，我们的活动慢慢的告一段落。是，再一次感谢大家，所有的每一个人呢，都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贵宾。谢谢你们的参与，也感谢我们的各级长官，让在旅外的我们呢，我们的文化也可以被看见。谢谢大会的用心，也谢谢族人们，不管从台东来的，从海外来的，从龟山来的，从林口来的，从桃园来的，从中立来的，从台中来的，都谢谢你们的莅临参与。今天更感动的是我们其他族群的友军来协助我们，特别是通过他们的舞蹈的支持，让我们今天的活动更加的丰富。特别谢谢我们八德区非常的开场，还有歌协进入位，还有我们的中立区，谢谢你们，还有我们的雾头山。谢谢各位哦，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跟你左右两边人讲，谢谢你，你好棒，我很欣赏你。谢谢你，你好棒，我很欣赏你。非常谢谢，谢谢大家哦。可以邀请我的干部，我们的干部来到中间好吗？好，我们邀请我们大会的干部，我们的干部。